佛朗大道、金城武术，这是您对台东池上美的印象吗？一张地图，一台脚踏车，将自己融入在地，你会发现池上最美的景色是跟人的互动。倒浪会问一下，谢谢你，脱模。旅行中让丹田的停留时间多一点，认识在地的朋友，发现池上不同的美。周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跟着在地人来一趟池上慢旅行。